我那时候有在职篮一个我们球队，我当总经理的职务嘛，是。那那个时候我们的开幕等于说自己的主场，那那个时候我们就跟很多同事跟同事，我们就开始商量，开始在讨论一些当天要有除了比赛当中，除了比赛之外，还有一些表演，歌手我们也请好了，然后比如说还有一些游戏，所有的环节表演全部都已经安排好了，就等着那一场开幕赛要开始。OK， 结果大概在比赛前大概两个礼拜左右，我老婆突然有一天跟我讲说：“老公，我跟你讲，我那个闺蜜，我那个好姐妹啊，她的那个她的未婚夫，嗯，他们两个也是在一起超过申达跟若琪，哇，这么久，他们两个在一起，国中同学，国中在一起，青梅竹马，青梅竹马在一起很久，很久很久很久，然后终于这个男生他要求婚了。”我说那很棒啊，那我们也要去参加，什么时候？什么时候？他说我跟你讲，应该不是应该，我已经确定时间了，就在11月21号。那11月20号我看，那天是礼拜六，哎呦，刚好是我们开幕战，哎，那我可能没办法去。他说可以，你可以到，你可以到。为什么我可以到？他说因为我们已经决定了，就在你们的比赛当中做一个求婚的动作。我说哈，这不用联系任何人哦。什么意思？他联系我了，他现在就正在联系我啊！我告诉你，正在联系我。我说，这个意思是说，他对我跟你讲，我所有流程我都想好了，而且人呢，我也都帮你揪好了。他的朋友，我们的朋友，我们共同朋友、家人什么，大概快100个人哦，很多哦。哇，那我就哦哇，他还很好心，他说帮你们开幕战热闹一下。这是喜事，啊，你们我相信你们。我怕你们票房不好。对，怕我们票房不好。你我们后面票房确实是还好，但第一场开幕战其实是卖得很好。他就开始哔哩吧啦开始讲说，我们都已经想好了，中场的时候怎么样，你就带这个女生蒙眼，然后上去玩游戏，玩，突然她老公突然出现，拿着钻戒还有花。是不是很感人？我说我那时候已经整个懵了，我已经傻了。我说很感人，很感人。对，中场的时候办嘛。啊，对对对。我说可是歌手好像是中场的时候要表演呢，这样我们都已经安排好了。他说哈，我也已经安排好了。他就这样跟我讲，他说我也已经安排好了。但是问题是我们所有重点就是歌手也已经瞧好时间，不可能改另外一天，什么事情都弄好了，我好啊，我就开始跟同事讲说，那如果我们把歌手中场中间的时候表演改到比完赛以后，中场就是比完以后的中场，去表演可不可以？哦，好啊，那我们就决定这么做了。好，再来，他们那100多个人票，我就要准备给他们。没有那么多公关票，所以我就帮他们这100多个人买票，我自己出。这样花多少钱啊？你算啊，而且是下面的位置，上面的位置一张，我记得上面的位置一张是大概300，下面一张是600。然后那我们当然可以打个折嘛，6万，打个折，但我还是花了差不多3万多块。然后我们租场地的时间就要变多，变长，然后还要再加价。你卖他的表是不是因为你想要把那几万块弄回来？几万块弄回来，哎，确实是卖表，卖表确实是上个月的。他多花这么多场地费跟那个，哎，场地费10几万呢，合理。好，值不值得生气？请举牌。哎，我觉得有一点呢，我觉得中间还好啦。我觉得他有值得生气的地方，是因为我觉得你有在干涉他的工作。对，哦，这一点我觉得是让他很为难。我觉得这是他生气的。这是大事情，而且是开幕战应该要讨论的。对，你那个也是大事情。对，所以他要怎么巧妙的融合在一起？对，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。对，真的。对，我觉得对人有点干预到这个部分。对，那但是如果我因为我懂萱萱的个性，我觉得我们都喜欢看到人家好。对。然后会有太过热心了。哦。太过热心。跟热情了，所以我如果是我也会做出同样的事情。你也可能会在屈哥首演的时候安排一个朋友在求婚，首演类，对，差不多是类似这种样的意思啦。对，我觉得我也会。好，我们男生竟然有不一样的看法。我觉得他能够这样放胆的答应，因为他相信你的能力。对哦，对耶，因为你那时候已经是哈总了，而且再来是你又偷他表，偷表是后来。后面的事，后表是后来，后表是上个月，所以你是
是乔安那件事才偷他表，对，就是像巴玉讲，其实报复行为，其实就是巴玉讲的，对，所以就是要把那几万块弄回来。那我支持你偷他表，可以吧？然后你不应该帮他做决定，所以这前因后果是这样子，对啊，转过来是墙头草。我支持你去偷他的表，因为算一算，我们现在我们价值观不能太偏差，因为这道理他们要讲得通啊。夫妻相处是长期抗战，你要抗战前面这个累积，有这个因就有这个果，所以你那边表他一个，他后面就偷你的表，因果。而且我刚刚忘了讲一件事情，是为了他这个朋友要求婚，我们整个时间要浓缩。我们还限定副总统上来致辞，不要超过三分钟。阿总，有影响这么大？有那时候有跟副总统讲说，还连副总统都参加了，偷跟副总统说，哎，不好意思，副总统，因为我们那个比赛哈，跟那个转播时间要同步了，所以麦公秀顾安呢。副总统讲三分钟，然后求婚求婚十分钟，就副总统还看了那次的转播。影响到副总统那一趴，有啊，就爱抢奖金大赛，来这位，用爱抢奖金游戏规则说明：夫妻档双手握着不可分开，用脚把气球上撩完成脸贴脸，时间最快的夫妻档就能获得奖金500元哦。计时开始，你不要动啊，我不动。哎呦！你不要动啊！你再窄一点，窄一点。去哪里？哎呦，曲哥游戏王哦！等一下啊！跳起来啊！我不要动，是不是？哎呀！小心过了怎么办？哎呦！来了！好，26秒，26秒，转过来。要第二组，趴笑远，萱萱请出列，这距离2倍长，这怎么那么对脸啊？我们自己想办法，计时啊！我夹，不要夹，替回来，夹上来，你过来，你不要动，不是，太重了，夹，我夹，来。你怎么那么低？夹，你很色情啊！你要夹，我不夹。时间68秒，哇！谢谢你们了。目前记录是26秒。哎呀，来，杨森达、洛奇请出列。哎呦，杨森达是游戏王啊！双手牵着，游戏王，游戏王带着我。这个有策略的嘛？老公带我。计时开始，来，整个人下去，脸过来，脸过来。聪明，正确。徐总好像已经定了，是吧？我也以为哎，然后躺在地上夹起来，这个时候，你好聪明，你来翻吧，还行，赞，还有，来500元，耶，奖金，谢谢，可以补一些打墙的